红楼梦第九十二回，人世的农夫，仕途的得失，终属难避。荣与枯竭是短暂的，虚幻空幻不真实无常。人生短暂，不得久留，化短暂为永恒。世事难料，无法捉摸，以不变应万变。物质享受，乐极生悲，精神胜于物质。二，闻是非之修身之可贵。是非是观念与立场的问题。是是非非才是真理，需用智慧去判断，有智慧才不会落入立场中。是非是修炼自己心境的环境。唯有修身才能跳脱人世间的是非。古德云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三，学圣贤之立身于永恒，修心立命，扬名于后世。五大牺牲，一贯精神，挺身是担当。师尊子语，若无时时感念着前辈的精神，徒儿又如何效法之？如无前辈的脚步未准则，徒儿又如何走得开？师